乐章，是一个相对舒缓的小奏鸣曲式的作品，请大家欣赏。然后刚刚说到的五度是第一乐章的一个特点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搜索一下相关的资料，就是当做一个补充一些日常小知识的一个曲作品。
Thank you.
废掉，一号会走，一直往前直走。